叫起来了，打做什么没有？怎么都没打着，我到挨到人家打着了。你们瞧，哎，他不是花家那个小娘们吗？可不是嘛，撞碰买跳的，跑到咱们村子来打理，还要放肆。可不是嘛，王大哥，真对不起，我以为是一只兔子，想不到是你放在那儿。嘿嘿，老王，你挨了打还要给人家骂兔子，可不是嘛，嘿。他竟敢瞧不起咱们爷们儿，可不是吗？嘿，你偷了我们的东西，快留下来才放你走！快留下来！快留下来！哪个偷了你们的东西？你还说呢？你是花家村的人，跑到我们李家村来打猎。这个燕子，这个野鸡，这个兔子，都是我们村里养的。你不告而取，你不是偷吗？哼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这都是在村子外边打来的。村子外边打来的，来到我们这村子口也得要抽税。这是几时新的规矩？今天才新的。对了，是今天才新的新规矩。放我走，放你走也不难，打了我们的禽兽朱燕环，小木兰下马来，咱们谈谈，咱们玩玩，咱们玩玩。小木兰不害羞，不会打猎，你只会偷。小木兰，小乖乖，要走男人我这儿来，再不放我。我可不客气了，小木兰，别啰嗦，我还没娶老婆。哼，看起来你们都有两下子。哼，你还才知道，我们李家村的人都是文武双全的。刚才那套是文的，对不对？对了。那么武的呢？武的，那你可受不了。哼。让我们来比比箭法好不好？你要比射箭，好极了。你瞧那天上飞的，那是鸿雁。我一箭射了去，多中他的眼睛，又不会中他的嘴；多中他的嘴，又不会中他的腿；多中他的肚子，又不会中他的背。听你的箭法还算不了稀奇，你可会用一只手反手射箭？一只手？这怎么射法？你瞧着，这样开弓拿上箭，把手反到背后，要射天上的鸿雁落地。你先射给我看。对了，你要射到东方里过去，你要是射不中，连人带马都留在这里，让你妈妈拿钱来取。好好好，大仗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各位请看，箭来了，我要射第一行的第一支。各位再见。倒上了这个小丫头的当了，可不是吗？